DL429， 好，170公分65公斤，穿 L 号的一个尺寸。这款我觉得它版型蛮大的，衣长蛮长的，袖子的部分大概我两倍的手臂宽，它这个胸围大概离我身体10来公分。这款里面有菱形航缝，那里面有一个暗带，可以用的风格上拿来做 military， 我觉得 OK。Neutral Vantage 肯定是没什么太大问题。我这次拿来做比较偏向有点 Amikaze 的感觉。P661， 看这个细节有点像 Polo 衫，可是它面料却不是 Polo 衫的细节，它不是整个全开襟的，它只有三个扣子，那肩线跟胸围它有宽松，可是没有到非常 oversize， 它是有一点厚度的款式哦。DL561 它就是一个小套头的长袖 T， 那它的版型有点宽松，脖子这一块你叠了好几件，可是你觉得很虚的时候，这种小立领跟小套的一件就可以搞定了，非常好用的一个款式。JG236的部分，它是开扣眼的一个衬布拉过来，其实这个东西就有点像阔格军裤。以它这个细节上来看，基本上来做 Amikaze 或者是说 IVY 的部分，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。